据说这幢别墅里有不干净的东西，但主人和佣人们却避而不谈，因为小保姆的到来揭开了这家人隐秘多年的阴谋。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《鬼女佣》。一位在豪华大别墅里工作的小保姆找到心理医生，说那别墅里闹鬼，女主人冬梅的闺女小萝莉的猴子娃娃成了精了，一到后半夜就变成真猴了，上蹿下跳的把她彻底给吓尿。小保姆向女主人冬梅辞职，说太太这活没法干了，你们家闹鬼，每天晚上都把我吓得尿一炕，那种感觉你根本就没法想象。晚上小萝莉问冬梅说，妈咪啊，咱家是不是真的闹鬼啊？冬梅说，什么鬼啊事了，全是封建迷信，那小保姆就是青春期骚动引起的妄想症，你别听她胡说八道。可冬梅的话这边刚说完，那只猴子还真的活了，这下可把冬梅吓得不轻。冬梅的家里除了这只不让人省心的泼猴之外，还有一个女鬼，这个女鬼神出鬼没的，比那只猴子可生猛得多。由于小萝莉总能看到那个女鬼，因此冬梅认为自己的闺女肯定是得了病。过了没几天，冬梅新雇的保姆小甜甜来到了家里，小丫头胖乎乎的挺可爱，一看就是人畜无害。老佣人冷淡婶在冬梅家干了很多年了，由于工作从不偷奸耍滑，因而深得冬梅的器重。冷淡婶说，你只要踏踏实实的干活，别多管闲事就行。冷淡婶首先带着小甜甜去见了冬梅的闺女小萝莉。冷淡婶说，这孩子有精神病了，总说自己能活见鬼。随后老司机王德白带着小甜甜来到了保姆住的地方。小甜甜问王德白，为啥这保姆换得这么频繁。王德白顾左右而言他，似乎是有难言之隐。小甜甜正在照镜子的时候，突然一个人影在楼梯上一闪而过，把小胖丫头吓了一跳。小甜甜端着烛台来到二楼，恍恍惚惚看到上面站着一个女人，她尾巴根突然窜上一股凉气啊，就意识到再不跑肯定得出事，于是急忙下了楼。这个小甜甜在来冬梅家之前呢，曾在一个外国人家里当过女佣，这家的男主人显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直在找机会占小甜甜的便宜。第二天的一早，小甜甜穿着工作服去见女主人冬梅。冬梅出身于豪门的，家里的钱多的几辈子都花不完，她那位屌丝老公大头当年是空着手来到她家的。冬梅这姐妹比较高冷，整天叼着个烟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。冬梅说，你在那个外国人家里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不干呢？小甜甜说，那家人回国了，房子都卖了。在小甜甜表了决心做了保证之后，冬梅点头答应。在照顾小萝莉睡午觉的时候，那女鬼又窜出来。冬梅的老公大头表面上像个成功人士，其实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冬梅给他，因此这哥们儿平时活得挺憋屈，整天闷闷不乐，一副苦大仇深的样。冬梅家的另一个佣人龙套婶是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女人，她不像冷淡婶整天拉着个驴脸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小甜甜看出来男主人大头和女主人冬梅的关系比较紧张，因为两人都黑着脸全程无交流。小甜甜在伺候小萝莉洗澡的时候，两个人同时看到了那个女鬼，由此也可以断定小萝莉根本就没有精神病。要说这个女鬼也挺有意思，每次出来也不害人，就是在屋里瞎溜达，尤其是爱在小萝莉的房间里逗留，也不知道她什么意思。小甜甜刚开始还挺规矩，可时间一长就开始在屋里瞎玄磨。有一天她在书房里发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除了男女主人之外啊，旁边还站着一位女佣，佣人能跟主人在一起照相，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少见。小甜甜正瞎琢磨的时候，女鬼突然就出现，把小胖丫头吓得是花枝乱颤。小甜甜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反映给了女主人冬梅。小甜甜说，我看到那个女鬼了，特别像照片上这个女佣啊。冬梅说，这个女佣过去曾在我家干过活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位叫春花的女佣可并不像冬梅说的那么简单。春花当年来到冬梅家之后，很快就因为善解人意和勤劳能干得到了冬梅的刮目相看。冬梅心里清楚得很，大头对她其实没什么感情，之所以跟她结婚无非是图她家有钱有势。虽然冬梅明知道大头不爱她，但她却离不开这个浓眉大耳的家伙。这二位夫妻感情不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冬梅一直怀不上孩子，长期空虚寂寞冷的冬梅最终和善解人意的女佣春花搞在了一起。转过天，小甜甜开始向冷淡婶和龙套婶打听春花的死因了，可这二位闪烁其词，就是不说实话。小甜甜没办法，又去问司机王大白。王大白倒是提供了一些真实的信息，说自打春花来了以后，女主人冬梅再也不寂寞，两人整天腻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甭提多开心了。不过王大白在说到春花最后的情况时，开始胡说八道，说春花是主动离开这个家的，属于不辞而别，非常的没有职业操守。对于闺女小萝莉整天画一些乱七八糟的画，冬梅非常的生气，刺啦刺啦全给撕了。小甜甜看了看墙上的画，才发现小萝莉画的正是她父母和女佣春花。原来事情的真相啊，远比想象的更复杂更狗血。这个人见人爱的春花不仅长得有几分姿色，而且小嘴也特甜，什么话贴心说什么话。在拿下了女主人冬梅没多久，便被孤独寂寞的男主人大头给盯上，一来二去春花很快就怀孕，这下可把大头给高兴坏了。一直怀不上孩子的冬梅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啊，酸甜苦辣咸也说不上到底什么滋味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，春花顺利的生下了一个女孩，也就是大头的闺女小萝莉。虽然家里表面看着是一片和谐，但这三位复杂的关系不可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永远持续下去。说有这么一天，春花正准备洗澡的时候，突然脚下一滑，一头栽倒在地就背过气。
冬梅和大头一看还以为春花领了盒饭，于是便指使三个佣人打算把春花悄悄给埋了。当这帮人正热火朝天的挖坑的时候，春花居然醒了过来。对于冬梅来说，当然是希望春花早点死，因为春花不仅背叛了她的感情，还抢走了她的老公。对于大头来说，如果把春花给救了，那么她很可能会被冬梅扫地出门，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。此时此刻，人性中的恶被无限的放大。三个佣人为了保住饭碗，明知道春花没死，最后还是把春花给活埋了。而这位人畜无害的小甜甜，她真实的身份其实是春花的亲妹妹。她来冬梅家当保姆的唯一目的，就是要查出春花的死因，然后替姐姐报仇。可报仇这种事儿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。不过这天刚好是冬梅的生日，冬梅和大头要在家里举行生日宴会，这机会可是千载难逢。小甜甜决定在宴会的当天展开行动。别看这位小甜甜长得人畜无害，但人不可貌相。在那个外国人家里当保姆的时候，因为男主人占他的便宜，他气里咔嚓把那两口子全给杀了。经历了那件事之后，加上姐姐的惨死，小甜甜的精神已经不是那么正常了。不过她伪装的特别好，讲文明懂礼貌，怎么看着都像个好孩子。为了让自己的复仇计划进展得更加的顺利，她首先拿三个助纣为虐的佣人开刀，先杀了有哮喘病的王大白，接着又干掉了不苟言笑的冷淡婶，最后把热爱生活的龙套婶也给杀了。紧接着小甜甜在所有宾客的酒里都下了毒了，然后来了一场大屠杀。解决完楼下的那些客人，小甜甜来到了冬梅的房间。已经中毒的冬梅在临死前想拉个垫背的，但最终没能如愿。当中了毒的大头从楼上下来，发现家里已经是火海一片，小甜甜也没客气，上去就把大头给宰了。影片的最后，小甜甜带着自己的外甥女离开了这个不值得留恋的家。看完这整部影片，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惊吧：做人必须有底线，不能随便牵扯淡，感情一定要转移，不然容易领盒饭。